因是现代的客家人，世界的客家人，因有丰富又精彩的客家文化哟。大家好，你看因你看到的乐器也是因你的乌克丽丽，它跟一般的吉他不太一样，一般的吉他呢有六根弦，我们的乌克丽丽呢只有四根弦。今天学的 Andy 会用好简单的和弦哦，来教大家用伴边弹边唱，自弹自唱 Andy 的哈嘎够腰哦。我学习用 Andy 的乌克丽丽来重构一千呢 ，Andy 先来熟悉一下 Andy 的乌克丽丽哦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琴的背后，这个东西叫琴颈。那我们用大拇指去顶着它，以它作为支点，然后去移动我们的手指。接着呢，我们这次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用一指神功，我们用我们的大拇指作为弹拨，右手的大拇指作为弹拨哈，然后从上往下，乌克丽的弦呢由下往上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弦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在练习乌克丽丽之前呢，我们都会做一些暖手的动作。Any bun, any 的手指，听痛一下，掌握的数送哦。啊，一开始呢，我们先像刚才一样，把大拇指顶在琴颈后面，接着用我们的食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一格。好，这个东西叫做琴格，这个铜条叫做琴眼哦。那我们按的时候呢，尽量按在靠近琴眼的地方，这样子比较不会有杂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爬格子的动作，右手大拇指，左手食指一起拨我们第一弦第一格。好，依序再用我们的中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二格，接着用我们的无名指按着第一弦的第三格。再来就是按着我们的第一弦第四格。好，我们照着刚才的顺序再一次哦。好，这样是简单的爬格子的动作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手指移到了第二弦，一样从第一格开始，每一个音平均平均的来弹哦。从第二弦的第一格开始，大拇指一样。大拇指呢，诀窍大概就是用我们大拇指靠近身体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来弹拨，声音会比较清亮。接着呢，来弹我们的第三弦，从第一格弹到第四格，再来从第四弦的第一格弹到第四格。这样的动作呢，我们再倒回来，从第一弦开始，小拇指开始按着第一弦的第四格，接着要用无名指弹第一弦第三格的时候呢，小指要翘起来，再来用中指按第一弦的第二格，接着用食指按第一弦的第一格，倒回来，然后呢，再加上我们一开始学的，从第一弦的第一格到第四格，倒回来，第二弦，第三弦，第四弦，这样的动作呢，多做几次，多做几摆哦 ，Andy 啊，练习的时间掌握的手爽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和弦。在我们的谱上面呢，我们常会看到这个琴格的位置是这样子。那常常会有一个小黑点在弦的上面，比如说 C 和弦，我们以 C 和弦作为例子，我们的手指食指是一，中指是二，无名指是三，小拇指是四。那通常呢，你会看到 C 和弦的按法是在无名指的地方会去按到第一弦的第三格。所以它在第一弦第三个地方会有一个小黑点，写着三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压着我们的弦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右手大拇指从上往下拨，从第四弦拨到第一弦。
这样呢就是我们的 C 和弦。C 和弦是一个很基本的和弦哦。我们练会了 C 和弦以后呢，很多的歌曲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和弦来作为运用以及变化。那今天呢，乌克丽丽的教室就教到这里。下一集呢，我们就开始用这些和弦来练唱 Annie 传统哈嘎勾腰哦。